礼拜日 Easter 吼是基督教中真重要的日子啦吼，啊，迄个拜五 Good Friday 耶稣受定，啊，迄个拜四是迄个Last Supper 耶稣最后的晚餐，啊，所以我伫遮有关于遮个 news 啦吼，对这个拜四啦吼，教福音书讲吼，讲耶稣拜四吼，要这个修这个马撒伯是有甲学生洗脚啦吼。为什么我要讲起这个 Pope Francis， 伊也是。在那個拜四去那個監獄把十二個犯者洗腳犯人啦犯人啦吼，不是犯者犯人洗腳啦，這是不簡單的，因為傳統在天主教吼是說把神父洗腳啦，這個 Pope 把神父，但是他都甲迄个犯人吼，不但安尼，伊伫即个三月二四吼，特别互遐个 homeless 的人，伫瓦地坎差不多150个 homeless 的人吼，去参观迄个 museum 甲即个 Sistine Chapel， 哦，迄个。Michelangelo 迄 Last Supper 即个图吼，非常出名的吼。欢迎因去参观，用 VIP 来给欢迎，伊本人去给因招待。普通要去遐看吼，拢都爱交钱啦吼，但是拢给招待啦吼。不但安尼，伊也是无顾以前。这个 Pope 知影这homeless的人无所在通洗身躯，啊，所以也是做一个会当洗身躯的所在，校外所在，或者homeless的。安尼，予咱知影讲这个 Pope， 现在这个 Pope 是一个真伟大人物啦吼。啊，即马来讲第二项是这个 Good Friday 吼，伫菲律宾。传统吼，拢伫 Good Friday 吼，有足侪人咧定时日记啦，亲像这个哦，这不是耶稣啦，是人，是这个天主教徒。菲律宾是亚洲吼诶上大诶天主教诶国家啦，因诶领袖天主教诶领袖吼。反对因这款风俗，讲 Good Friday 吼，因外人咧去定时日记啦吼。啊，即马即个图吼，即个吼，即个是吼，一个咧邮差的人啦吼，伊已经讲连续已经29年，拢去定时日记。啊，唔是今日一个啦吼，伊讲遐差不多有6个啦，一档啊，遐 half dozen 啦吼。啊，伊咧定时日记吼，讲迄个是定即个手啊、甲脚啦吼，啊，即拢用去消毒啦，手啊，迄钉啊吼，啊去先消毒啦。啊，定了落来了，啊是赶紧去用医疗的方法解消毒，吼，伊袂感染啦吼。啊，即个继续29年吼，讲是因为讲伊迄个29年前吼，咧又差不对即顶悬咧摔倒来，啊无死啦，啊所以拢咧感谢。啊，即个因即个风俗咧顶是不是计吼，拢是一个 tourist 的 attraction， 讲差不多4000人咧去看啦吼。啊，因遮讲。要去定时日记前吼，有真侪人
唔了，今日去六个吼，啊，行路吼，啊，用迄、那个迄、那个钉啊，一擦个吼，啊来来拍身躯吼，身躯这身躯吼拢流血啦。因相信讲，安尼钉安尼是不是个吼，会当互因会做得着下面啦。啊，这不但是伫这个菲律宾的北部吼。讲别个所在也有啦，这款风俗我看是一种迷信啦吼。啊，天主教讲反对，我想应该就禁止较对啦，政府应该也就禁止，这不是一好的现象啦吼，我想。啊，第三个是咧讲 Easter 吼，有一个女作家吼。你讲起迄个 Easter 的感想啦，即个女人伫圣经吼，拢是注定的。伫彼得前书有讲起讲，查甫人就爱服从丈夫啦吼。啊，佮讲起查甫人吼是 weaker vessels than their husband， 讲是较软弱的即个器具啦。不但安尼，即、这个提摩太前书有讲起讲，即、这个上帝创造亚当啊，甲夏娃吼，迄、那个夏娃上和睦，和迄个蛇去引诱去犯罪，是女人得去变得上早去犯罪啦吼、哦，啊，所以即个女人吼，拢较有问题啦，啊，到甲即、这个。提摩太前书有讲起讲，女人不准讲道啦，未使讲道。伫哥林多前书有讲起讲，讲女人若有啥物代志爱要知影吼，伫教会唔通讲话，等起甲厝开门丈夫就好。啊，伫即个 Easter 即个时阵吼，即、这个作家。或者 Brandy Lee 哈、哦，这个女作家哈、哦，的感想是讲，当耶稣定时被解迄阵，耶稣的温度大概走个走那边，惊红脸，惊那，你对耶稣遐的俘虏，对到伫这个十字架下卡，你看耶稣受定。不但安尼，耶稣讲，伫礼拜日 Easter morning， 佮我也是即个查某人去看耶稣。啊，伫即个路加24:11吼，有讲起讲，即个妇女看到即个望空耶稣佮我吼。赶紧去报，即个门徒知影讲耶稣个话，啊，伫遐讲起讲，门徒无要相信伊啦，即查某人讲的话无要相信啦，啊，所以即个讲比着亲身个你去看，啊，即、这个作者吼讲两句话啦，来感想啦，讲 The first Easter nobody trusted the。Women， 讲这个Easter 吼，无人咧相信这个女人啦吼。啊，第二句 ，But I am reminded on Easter that Jesus did trust women， 因为耶稣对因显现，啊，互因做证人。所以在这里讲起这个男人跟女人的这个比较，说女人有很多伟大的所在，圣经都比较没在说。现在在第四行来说起说，第三的这个 New York Times 有一篇文章，这个标题讲 Obama
to call for end to conversion therapies for gay and transgender youth. 这个 conversion therapie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你呐同性恋，还是这个你改变你男的改变女的吼，这吼、个。有迄个方法 therapy， 你家己搁做转去啦。你若同性恋的，何必变同性恋啊？哦，啊你若讲你变你的性吼，搁、哦、要何你倒转来吼？这项代志吼，讲最近一个17岁的少年呢，因为讲这个宗教的这个压力，你该治疗啦 ，therapy conversion therapy 哈、哦，伊本来是男的，伊变做女的啦。啊，伊为着要抗拒吼，伊伫 online 写讲伊要自杀啦。啊，了随去迄个叫做 tractor， 迄个车来好像，拿回去可以告死啦。啊，真正自杀了。啊，对这项这个奥巴马的感想讲这个这款 therapy 吼、哦，讲你讲治疗这个同性恋的还是 transgender， 讲这个爱停止了，这是奥巴马安尼咧讲的吼。伊讲这吼、哦，拢往是保守派。爱要共改是，啊是安怎？佮保守派要甲遮做一款 therapy 吼、哦，就是因为讲保守派读圣经照字解释，讲遐拢是罪啦，同性恋是罪吼、哦，啊所以一款啊、要甲因改正。啊，即、这个奥巴马的即个 senior advisor 吼、哦，讲起讲美国政府吼、哦、有咧支持。讲一款 conversion therapy for minor， 这个少年呢，可能是20岁以下的吼，你要甲因安尼改变吼，这是政府有咧甲伊反对的吼。伊讲起讲，这唔是迄个人发生的故事，这也是会当发生的足侪人的啦。关于奥巴马吼、哦，伊本人对这同性恋的看法吼、哦，有咧改变。伊讲用上起头吼、哦，伊是反对同性恋啦。啊，了后变做讲他 limited 哦，accepting of limits on gay service 啦，有安尼，较宁波啦。啊，最后。他完全支持这个同性恋的结婚啦吼。伊讲伊做第一任的总统迄阵吼，伊就将这个军中这个 Don't Ask Don't Tell policy 吼给停止了。哦，这就是因为这个 policy 要让这的同性恋的拢点点吼。这个同性的这个或者 conversion therapy 哈、哦，这个做进哦，因认为讲，讲因这个同性恋哈，这个比较 conversion 哈、哦，讲有会成功啦，所以因成功一做无唔对啦，会成功啦吼。哦但是在这儿、哦、我是在解释说是的、哦、这里我没记得了这个他相信说他们在治疗说有的会成功呢有的都会成功呢、哦、但是叫我知道、哦、说他们这个在治疗这样残忍了在那个你同性恋要变成没同性恋、哦可能用真济方法啦，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讲用 electric shock， 讲迄个伤吼，若讲迄同性恋的伤出来吼，
就给你摔去，给你安尼看了，给你身躯足足疼啦。啊，那医生落来就袂啦，迄嘛一种一种咧，给你对这同性恋吼会讨厌吼，啊，所以个给你给你气电，给你疼啊吼，用安尼。啊，关于这个咧做 therapy 的人吼，我以前也捌读到文章吼，有诶。感觉讲无效啦，啊，所以讲回事咧，讲伊以前做诶唔对，啊，即卖咧支持同性恋结婚，也有一款人吼、哦。啊，即卖伫 California New Jersey District of Columbia 吼、哦，已经有即个法律咧禁止即个 conversion therapy to minor 对即、這个。少年呢，要共禁止，要共 conversion 这吼、哦、不合法啦吼、哦。有这个三州的所在啦吼、哦，但是同样的这款啊法律吼、哦，已经要开始伫十八个州啦。感觉讲这款 conversion therapy 吼、哦，应该是不合法才对啦吼。哦现在过来吼，这是伫这个《Wall Street Journal》有一篇啦吼，讲的是 "A Reformation of Islam" 啦吼 ，For Islam 吼，这个是一个作者，叫做 Ayan Hirsi Ali， 一下，阿伊多差不多三月底阵出版啦。啊，出版一册叫做《Heretics: Why Islam Needs a Reformation Now》。啊，这是一个 review 哈、哦，这个《Wall Street Journal》review。这个作者哈、哦，查某的，出世在这个撒玛利亚，是回教徒。啊，伊哈、哦。甲伊个老爸吼、哦，有逃避到荷兰个所在吼，啊，伫遐又读大学，佮有得到政治学个即个学士啦吼。然后伫荷兰啊，选举国会议员啊，互选着。啊，伊即个911发生个时吼，2001年911发生个时吼，伊会对即个回教非常你感觉唔对了，所以放弃啦。伊本来会教导，放弃，啊，正做一个无神论者，开始批评这个会教。啊，伊伫这个2005年《Time Magazine》吼，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the world 吼，伊是其中一个啦吼。啊，伊现在是伫 Harvard Kennedy。government school 吼、哦，咧做一个 fellow 吼、哦，伊主要是咧讲起讲，这个佛教需要三种的，有几项的五项的这个改革啦 ，reformation。第一项，伊咧讲起讲。即、这个穆罕默吼，唔通解看作是 semi divine person 啊，讲那像半是神一款的吼，啊唔通 literal reading of Quran 吼，唔通照字解说了吼，来解说讲，讲即穆罕默唔，伊唔是 infallible person 啊，唔是讲无错误的人啦吼。伊嘛是一个历史上的人，啊，这个 Quran 虽然是讲起讲这是阿拉亲嘴安尼讲出来吼，但是讲，迄是有包含着反映着第七世纪，伫迄个 Arabia 的 tribal value， 迄个部落的价值有反映。在这个柯南经呢，虽然这个柯南经有一部分
有迄个 spiritual eternal truth 吼、哦，但是也有其他受文化地方的这个影响的所在啦，所以唔是绝对的。即句我感觉讲了正对呢，因为你若看古约，古约嘛是迄、那个、迄、那个有迄个部落观念的这个、的这个神，看作是部落的神。啊，这个部落的神咧，咧保护以色列人，哦，啊咧打埃及人，啊埃及都唔是，唔是这个、这个以色列人，因唔是咧拜这个以色列人的上帝咧吼、哦。所以伫遮吼，因伫遮咧批评这个回教吼，当时咧三国这个批评国教。批评基督教，即是在讲，就批评迄个保守派，批评基督教的开放派吼。已经知影讲，讲这个这个圣经未使照字解说，有受迄当时的文化历史的影响啊，是有迄个错误的可能啊吼。第二，伊讲这个回教吼，啊你辛苦。拢去注重迄个 after life 啦，死后的代志啦。讲因为安尼，所以迄少年人爱要去做迄个 suicide bomber， 爱要去天堂啦。因为天堂它是永生的，啊，即地面上无记得啦。伊讲即款吼。伊讲伊有比较讲即款含基督教较无相，基督教比较。较注重现，迄落现在，唔是讲以后的这个生命。第三项，即 Sharia 吼 ，Sharia 就是回教的这个法律啦吼。有的是真残忍啦，啊，这个应该吼随时代吼，迄个法律来改变啦。伊有讲起讲吼，这个美国嘅宪法吼，佮两百年前写嘅，讲已经修改二十几遍啦，有迄个amendment。咁可能性是第七世纪已经是1300年前写嘅，讲现在无咧修正啊，讲安尼讲唔对啦吼，啊这个。法律也受伤啦吼，因为这个法律吼，嘛都爱随迄个时代改变啦。你若想讲耶稣吼，讲起这个摩西律法吼，伊讲这律法按讲安尼，但是我按怎甲你讲，我安尼甲你讲，伊嘛是有一个爱修改的所在啦吼。啊，即嘛第四项吼、哦，因即个回教吼、哦，有迄个 religious police 啦吼、哦，讲拢咧监督你个宗教生活啦吼、哦，总讲你一日爱祈祷五遍，你若无吼，那好，迄个警察抓着吼，你无吼爱发啦吼，讲这是已经无迄个啊，一款宗教用迄个。用迄个强迫的方法吼，这也是爱改革啦。啊，最后吼，伊就是之下，即 Holy War，Holy War 是一种，什么回教徒吼，拢真济拢讲 Holy War 是军事的战争，啊，要给消灭这个不善人吼。伊讲这个原来这之下。是一个另外一个意义的古人叫自哈，是讲你改革咱的咱改造咱的内心的贪心，还是欲念，唔是讲你去讲你去讲杀害啦吼。所以伊伫遮吼，伊这个一本册吼下来吼，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刺激啦吼，对。对这个回教是一个challenge吼，最后吼，
这个经过这个黄泽阳医师有讲起这个死的代志吼，啊，遮太慢个真无规矩吼，有一个这个像啊，啊，这个写讲写安怎呢 ？This baby could live to be 142 years old。这个吼 ，according 一只140几岁，这安怎讲？伊讲现在吼。即现在会当食到122岁，迄是世界上老的啦吼。但是因为医学的发展吼，哦，即马迄当100年前甲即马吼，那即马出世吼，会加食20岁啦。所以那122岁吼，国家是差不多142岁啦。所以有迄个可能性啊。啊，伫遮有咧讲起讲以前。世界的人口吼是一种 pyramid， 这细汉迄个年纪较细吼，真济啊，到我老岁吼，拢剩一丝啦吼，人拢较早死啦吼，啊 pyramid， 啊，即马的世界人口是四方形的，讲起迄老岁啊，大家嘛活甲活只长岁寿，啊，咱世界个啦吼。即马时代有迄个无相啦，所以一个这是一个做参考吼，多谢。